후 호이포이 호이포이 快来订阅吧。 鲨鱼宝宝好无聊，有什么好玩的吗？哦，看起来小鱼们玩得很开心，我们可以加入你们吗？哦，鲨鱼宝宝把所有的鱼都吓跑了。鲨鱼宝宝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啊，这些是什么？ 它们是带有奇怪图案的盒子，我们应该打开它们吗？哇，篮球！鲨鱼宝宝变成了一名篮球运动员。我们走吧。打篮球，嘟噜噜嘟噜，打篮球，嘟噜噜嘟噜，打篮球，嘟噜噜嘟噜，打篮球。 鲨鱼宝宝赢了！啊，干得好，鲨鱼宝宝！哈哈哈哈！接下来，让我们打开这个盒子，我想知道里面是哪种球。哇，一个足球！鲨鱼宝宝变成了足球运动员。 让我们开始比赛吧！踢足球，嘟噜噜嘟噜，踢足球，嘟噜噜嘟噜，踢足球，嘟噜噜嘟噜，踢足球，得分！哇，射门得分！鲨鱼宝宝进球了，我为你感到骄傲，鲨鱼宝宝。 真的太有趣了，让我们打开另一个盒子。哇哦，一个网球！我真的很喜欢网球，我们应该试一试吗？打网球，嘟噜噜嘟噜，打网球，嘟噜噜嘟噜，打网球，嘟噜噜嘟噜，打网球。 嗯，没关系，鲨鱼宝宝，多加练习，你很快就会打得比我好了。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盒子，我想知道里面是什么。打开它，鲨鱼宝宝。哇，棒球！快，我们来打棒球吧。 打棒球，嘟噜噜嘟噜打棒球，嘟噜噜嘟噜打棒球，嘟噜噜嘟噜打棒球，全垒打！哇哦，全垒打！鲨鱼宝宝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棒球运动员。拍拍篮球，踢踢足球，蹦一蹦网球。 全垒打棒球，朋友们，你最喜欢的球是什么？鲨鱼宝宝，你饿了吗？我们回家吃点好吃的吧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大家喜欢碰碰狐视频吗？最新儿歌都在。